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近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相关情况，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先生、财政部。 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玲先生，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胡子健先生，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徐新峰先生，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司长刘洪生先生，请他们为大家介绍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请赵晨昕先生做介绍。尊敬的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参加今天的政策例行吹风会。呃，按照主持人的要求啊，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啊这个行动方案的相关的情况。 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的决策。这个决策呢，将有力促进投资，促进消费，也会促进呢节能降碳，既利当前，更利长远。今年的二月二十三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问题。一个星期之后，三月一日，李强总理呢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啊刚才我讲的啊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方案。 呃，这个行动方案呢，我想呢，有这么几个特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特点呢，是意义深远。我国呢是机器设备、耐用消费品保有的大国。据有关机构的测算，目前呢，全社会设备的存量资产的净值。 大约呢是三十九点三万亿元，其中呢，工业设备存量资产，大概呢是二十八万亿元。这里边举几个例子，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我国的保有量呢就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设备的装机量。 连续多年呢都是全球第一。我国家电的保有量超过三十亿台，汽车的保有量超过三亿辆，啊，这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数字。呃，相关机构测算呢，我国每年工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更新的需求在呢五万亿元以上，汽车。 家电换代的需求，也是在呢万亿元以上这样的级别。所以说呢，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呢，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这次的行动方案呢，系统部署了这项工作。这个政策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既能够促进消费，又能够拉动投资。 切实增强经济的活力，也能够增加呢先进产能，促进呢节能降碳，而且能够呢减少安全隐患，实现呢高质量发展。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呀既惠企又利民，为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方案呢任务非常明确。这个行动方案呢提出要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还有呢回收循环利用，还有呢标准提升，一共呢是四大行动。每个行动方向啊都非常明确，重点呢也都非常突出。 设备更新行动是以呢节能降碳、数字化转型为重要的方向，推动呢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啊这七个领域设备更新改造。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呢，聚焦汽车、家电。 家居等耐用消费品，让更多高质量的消费品呢，通过这种方式啊进入老百姓的生活。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则是呢要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健全呐回收利用的体系，提升循环利用的水平。还有最后一个行动呢，就是标准提升行动，就是要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完善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标准。第三个特点呢是目标清晰，行动方案呢在认真摸底测算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到二零二七年的一些具体的目标。在设备更新方面。 刚才我讲的七大领域，设备投资的规模要较呢二零二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重点行业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效要基本达到呢节能水平。在以旧换新和循环利用方面呢，提出的目标是呢，报废汽车的回收量。 要比二零二三年增加大约一倍，二手车的交易量要比二零二三年呢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废旧家电回收的量要比二零二三年呢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啊，这是目标啊，提出多个目标，而且非常清晰。第四个特点呢是举措是非常务实的。 行动方案呢，从加大财政支持、完善税收支持、优化呢金融支持、加强要素保障、强化创新支撑啊这样五个方面，明确了呢强化政策保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呢，中央财政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工作。 啊，一会儿呢，金陵司长啊，可会还可能呢还会说的更细一点儿。再比如呢，在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这个这个是回收这种这种报废产品的时候，我们会推广呢，就是这些企业向自然人，这个出售者反向开票的一些做法，哎，来促进大家愿意尽早的这种更新换代。 等等啊，推出一些政策，相信呢这些政策措施啊，将有力保障行动方案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啊，这是我用四个特点来跟大家介绍呢这个行动方案的一些最核心的内容。啊，我就先简单介绍这些内容，一会儿呢，我和来自各部委的同事一起啊，愿意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谢谢，谢谢陈庆主任的介绍。 我们下面就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请大家开始举手提问。第一排吧。谢谢主持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呃，近年来我国呃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在整体的社会设备投资规模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请问接下来将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推动工业领域的大规模的设备更新？谢谢。 我来回答一下啊，呃，谢谢您的提问，呃，各位领导，呃，记者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好，呃，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工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体系全、品种多、规模大的独特优势更加明显，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了重大部署。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既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又有利于提升先进产能的比重，可以说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呃，二零二三年。 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达到了四点四万亿元，同比增长是百分之八点七，占全社会设备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说设备更新是空间大、潜力足。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联合六部门印发了《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以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为重点，坚持市场化推进、标准化引领、软硬件一体化更新，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初初步的目标是，就定的目标是到二零二七年，就是力争实现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二零二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下一步将聚焦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电子等重点行业。 开展先进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绿色装备推广、安全水平提升四大行动，全面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那么，一是实施先进设备更新行动，就是针对工业母机、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行业，加快这种服役十年以上的。 老旧机床等落后低效设备的更新替代。针对航空、光伏、动力电池这些行业，对标国际的先进水平，更新一批高技术、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围绕研发设计、中式验证、检验检测这些薄弱的环节，更新升级一批。 试验检测设备，这是实施先进设备更新行动；二是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以推荐制造业、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等智能制造装备，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 千兆光网、算力中心等规模化的部署。三是实施就是绿色装备的推广行动，推动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用农这个用农行业，重点环节应用推广节能、节水、环保等绿色装备，推动机械、电机、变压器。 锅炉、泵等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换代，加大工业固废处理设备设施更新升级。四是实施本质安全水平提升行动，就是要推广应用一批先进实用的安全装备，加快推动啊石化化工老旧装置的综合技改，推动。 民爆行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机器人替人，加强安全应急、消防等领域装备的升级改造和这个配备配置。同时呢，我们也将联合相关的部门，落实中央投资、税收优惠、专项再贷款等支持政策，加大财税。 金融支持，强化标准引领，加强要素保障，建立协同的工作机制，加快推动啊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啊落实见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真正的为加快构建、啊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就回答这些，谢谢。继续提问，那边吧，第三排那位女记者。对。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推动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应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如何抓好贯彻落实这项工作？谢谢。嗯，呃，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啊，这个问题是提给我的。呃，您这个问题很好。这个行动方案呢，确实呢涉及的领域还是很广的，涉及呢经济社会发展呢方方面面、多个环节。这个要推动落实好呢，我们认为呢，既要充分发挥 市场呢，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打好啊政策的组合拳。所以说呢，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正在会同相关的方面和地方，我们在呢分工负责，积极的推进这项工作。呃，其实呢，很多工作。 已经在有利有序的展开了，各地呢和很多相关的企业呀，也都动起来了。这个我们相信呢，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大的效果。啊，这里我把推进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点介绍。一个呢，就是我们建立了推进的工作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呢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呢。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工作机制。我们在加强啊统筹协调，做好呢部门间的协同，而且要强化呢央地的联动，形成呢推动工作强大的合力。呃，第一次这个机制的工作推进会啊、呃，前几天呢，我们委的主任郑山杰。 已经主持召开啊这个会呀啊,啊部署了和推动了相关的工作。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呢，呃是出台具体的一些实施方案。整个这件事儿啊，我们讲呢是有一加 N 的一个政策的体系。这个一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呢三月一号。 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三月份就已经下发了啊，都已经向社会公开了。呃，那 N 呢，是目前我们统计啊，啊，起码有八个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的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啊，已经出来了。这个工信部牵头的，刚才呢，呃，中德部长介绍的，就工业方面的设备更新的。 啊，这么一个文件也已经正式推出了。呃，住建部牵头的呢，建筑和市政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啊，也已经印发实施了。呃，商务部牵头的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么一个文件，已经都印好了啊，可能未来几天就会正式的向社会推出。除了这几个之外呢，这是四个了，给大家介绍。除了这几个之外呢，还有呢。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行动计划啊，还有呢这个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的实施方案，这牵头的单位呢，啊，分别是呢这个像这个呃呃教育部啊、呃、文旅部啊、呃、卫健委啊、呃，还有呢交通部啊，这些文件呢也都在制定印发的过程当中，很快。 就会跟大家见面，啊，重点任务啊将进一步的细化明确。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会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会安排啊中央投资等各类资金，支持呢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还有支持呢回收循环利用的项目，鼓励呢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加大投入。 落实呢节能节水等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呢再贷款等金融支持，啊，通过这些政策呀，这个加大支持的力度。第四个要介绍的呢是营造良好的环境。我们会坚持的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标准，用这些标准来牵引，有序的推动呢标准落地实施。 强化呢执法监管，从而杜绝呀重点设备超期服役、不符合能效和安全要求的超期服役等等一些行为，保障呢产品质量和安全，营造呢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总之呢，政府呢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啊这项政策呢更好的落地见效。 我就介绍这些，谢谢。继续提问。好，这边第四排这位来着，<coughs> 第四排。嗯、哦，谢谢。嗯，彭博新闻社，我们有两个问题。呃，第一个就是，呃，今年预计，呃，将安排多少预算？呃，内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呃。 预计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呃，呃，这个每年对 GDP 增长的贡献，呃，会有多大？谢谢。嗯，呃，这个问题也我来回答一下。呃，感谢彭博社的记者提问啊。您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也知道呢，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呢，非常关注这个各级政府啊。 为这个政策到底能出多少钱？啊，这个呢，当然呢，这个，呃，我们也做了一些了解，做了一些沟通。我们知道呢，呃，很多企业关注的重点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前一段呢，我们委这个和民营企业交流的这种机制啊，我们郑山杰主任呢专门开了一次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涉及到的大企业的。 企业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呢，有几个很大的企业，他也反映，说我们更关心呢是能够陆续推出一些强制性的标准，可能这些标准对这个这件政策落地推动作用会更大。所以说，确实呢，就是不同企业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呢，资金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这里呢。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后续呢，大家呢从政策实施的进程啊，也都会看到，这个中央投资啊，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呢，肯定是有资金支持的，而且这个支持会是有力度的。 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当前呢，各地的政府啊，也都在认真研究，会结合各自财力的实际情况，拿出一定的资金，对这件事儿给予支持，啊，这是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的。另外呢，您还关心呢，呃，这个政策呢，这个实施情况对 GDP 增长的贡献、嗯。 这个我开场白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有关机构啊做过测算，我国呢工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每年的需求呢在五万亿这么一个啊大的规模以上，而且呢汽车、家电投就是换代更新的这种需求呢。 也是在万亿以上级别的，再加上呢，回收循环利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呢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呢，我们推出这个政策呀，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更看重的啊，是这个政策呢不仅能够促进消费，拉动投资。 而且能够呢促进节能降碳，减少安全隐患，推动转型升级，从而呢最终助推高质量的发展。啊，我们最看重的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这些，谢谢。继续提问。 最边上那排第三排那位记者，谢谢主持人，是 CNBC 的记者提问。啊，我想，请问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主要涉及到哪些产品？这些产品和旧的产品主要有哪些不同？谢谢。是商务部的。消费品商务。啊,啊。 对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啊，这个感谢记者的提问啊。呃，消费品以旧换新涉及到这个千家万户啊，涉及到这个呃美好生活的这个品质啊。呃，所以这位记者提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大家啊都非常这个关心的。呃，刚才赵晨昕主任呢已经跟大家介绍，国务院发布了这个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呢，已经对这个大的品类啊。 进行了说明，就是汽车、家电以及家装厨卫啊。这个在汽车这个品类上，大家一听可能都明白啊。呃，这个呃，节能型汽车呀，新能呃新能源汽车呀呃，等等啊。在家电这个品类上呢啊，根据这个行业协会啊，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的这个介绍啊啊，它这个分类啊，通常分电器类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 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呃智能化的一些产品啊，日益走入这个呃百姓的这个家庭啊，它的涵盖的这个产品品类啊也是越来越多。这些呢，各地方支持啊，也都是根据本地的这个情况，在这个进行支持啊。家装厨卫啊，这些咱们这个家家过日子啊，它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啊，也是比较相对比较清晰的啊。呃，这是这个产品类别啊。然后说到这个产品有什么区别？ 产品的这个区别方面，比如说汽车啊，那么我们提倡的是这个，呃，把这个高能耗啊、高排放、使用年限比较长、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些这一类的汽车换为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型汽车啊，汽车这一块新旧的区别啊，家电呢啊，你看有些这个，比如说洗衣机高水耗啊，空调高能耗高电耗。 等等，再 <coughs> 者呢，随着使用年限比较长啊，它的老化呀、安全性啊也有隐患啊，所以这一些呢就换为啊节能的、安全的啊、节电的、低水耗的等等，这是也是新旧产的一个区别啊。在这个家装厨卫方面呢，比如说把一些呃这个排放比较高啊啊这一些换为这个低碳型的啊。总之呢，大的方向新旧产品的区别啊就可以体现为啊智能型、绿色型、低碳化这么一个。 大的这个方向啊，我先回答这些，谢谢、嗯。继续提问。啊、这边第三排这位记者，谢谢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对于企业而言，大规模设备更新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呃，请问，呃呃，我国在在推动设设备更新方面有哪些资金支持？谢谢。 呃，谢谢你的提问。关于资金方面呢，刚才陈新主任已经这个呃介绍了有关的情况。呃，正如你所说,说的，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呃，需要的投入很多，既要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加以必要的激励引导，啊、呃，推动。 设备更新换代，形成规模效应。中央财政将从四个方面来这个加力的引导，哎，也就是打好四个方面的政策组合拳。一是呢，加强资金政策的统筹，加大了支持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统筹相关资金渠道，支持高排放老旧营运。 柴油火车、老旧营运船舶等更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用好中央财政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统筹推进新能源公交车和电池更新。对于通过中央预算里投资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循环利用项目，财政部呢将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呀、啊、一起来共同抓好落实。 二是呢，完善税收支持政策，加大对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税收优惠支持力度，把数字化、智能化纳入到优惠的范围。三是呢，完善政府绿色采购的政策，研究制定对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政策，加大政府绿色采购的力度。 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快呢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四是呢，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新增安排资金支持实施新一轮贷款贴息政策，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再贷款政策做好联动，引导金融机构。 加大对重点领域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贷款的力度。上述政策呢，既有制度性的安排，也有呢阶段性的措施，有利于激发企业更新换代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下一步呢，财政部将会同呢相关的部门来及时的细化出台具体的财税政策的措施。 推动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呀，有序的开展。谢谢。继续提问啊，第一排。啊，您好，中新社记者提问、啊。我们知道，那个建筑和市政领域是此次呃行动方案确定的重要领域之一。我想请问，呃，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呃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任务？下一步将如何推进？谢谢。 赵主任，这些问题我回答吧、嗯。谢谢您的提问 <coughs>。建筑呢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设备更新呢，正如刚才赵辰昕主任讲到的，投资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是扩内需、惠民生、稳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对于更好的畅通国内的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 高品质的生活需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提出了落实行动方案的配套的政策措施，着重是对安全隐患突出、技术落后、不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设备进行更新改造，重点呢。 有以下几项内容：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对既有的住宅加装电梯；对供水、供热、污水处理、环卫和建筑施工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以及呢开展对建筑的节能、液化石油气充装、城市。 生命线工程建设一共呢是十项任务。为了保证呢以上任务的落实落地，我部呢将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配套政策，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加快出台分类操作指南等工作细则，提升呢完善城市供水、供气。 供热、污水等十项标准规范，形成一揽子政策措施。二是加强工作指导，指导各地呢结合实际，细化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确定更新改造的项目，做好项目的实施，用足用好相关的支持政策。三是健全资金的支持机制。 对于住宅电梯的更新和加装，要指导地方探索建立资金合理共担机制；对于公益性、准公益性的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会同呢相关部门研究通过加大政府的投入、依法依规拓展投融资渠道等方式呢，广泛的筹集资金。 四是持续跟踪问效，配合相关部门对更新改造项目实施呢清单管理，加强督导评估和跟踪分析，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确保呢能够见到实效。谢谢。继续提问。 这一列第四排这位记者，谢谢主持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目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热度持续攀升，请问在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方面，工信部有哪些考虑？谢谢。我来回答一下。好，谢谢您的提问。呃，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迫切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啊，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将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以数字化转型为重点，我们推荐叫“点线面一体化推进”。 这个点就是点上要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标杆，就单个企业、啊，特别是包括一些量大面广的中小型企业。线上就是推进重点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改造，面上就是推动啊重点产业集群和这个重点园区数字化提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我们也设了一个目标，力争到二零二七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的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特别是要推动工业大省大市和重点园区规上规上工业企业。 叫数字化转型全覆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啊，就是主要这么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个是就是推广拥有一批智能制造装备，因为我们国家啊，智能制造装备的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三点二万亿元以上，制造业机器人的密度已经达到了每万名工人到了三百九十二台。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加快推动智能制造装备普及应用和更新升级，推广应用像数控机床、增材制造、呃机器人、智能物流、传感检测、仪器仪表等这些通用的智能制造装备，和一些像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一些专用的智能制造装备，加快就是生产作业、仓储物流、质量管控等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包括推动工业软件和工业控制系统一体化更新就是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加快推广应用一批智能制造装备。第二个就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就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已经建设 5G 基站是338万个，实现了村村通宽带、县县通 5G、市市通千兆，5G 加工业互联网。 已经应用覆盖了四十一个工业大类。后续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工业互联网、五 G、千兆光网等规模化部署，鼓励这个工业企业内网外网改造，包括构建工业技术算力资源和应用能力的融合体系，加快部署工业这个边缘数据中心，推动云边端算力协同发展。 包括加大高性能的智算供给，在算力枢纽节点也建设一些智算中心，特别是我们也鼓励啊，就是大型企业集团、工业园区啊，建立就是各具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这是第二个，就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第三个就是加快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截止到呃去年年底，我国已经培育了。 就是四百二十一家国家级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也带动了各地啊建设了万余家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特别是在石化、认染、家电等行业形成了一些高水平的，就是示范企业。下一步我们就将加快人工智能、五 G、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就是把这个数字技术。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甚至包括这个新能源，怎么去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更好的形成一些典型的场景，呃，能够在更多的行业啊推广应用，推动这个设备联网，各个生产这个环节全流程啊，能够进行数字化的链接，真正的能够提升我们的叫柔性化制造、智能化管理的水平。 就真正的科学化生产、科学化管理，打造呃更多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呃，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呃也希望这个发挥龙头企业这个数字化转型的示范作用。龙头企业转型的好啊，它可以更好的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整个产业链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能力。总之吧。 就是通过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这一次这个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啊，就是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更好的赋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更好的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我就回答这些，谢谢。继续提问。第一排，最边儿上，穿粉衣服。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为推动更新换代的这个常态化，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印发了标准提升行动方案。想请问方案里做了哪些具体安排？谢谢。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来介绍有关情况。呃，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以标准提升》。 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方案。那么方案强调呢，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强化标准比对、优化体系建设，要求加快制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的标准，推动今明两年要完成制修订二百九十四项重点国家标准，推动政策。 和标准更加协同配套，有力地支撑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具体的工作任务安排呢？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能耗排放技术标准升级。方案安排了制修订国家标准一百一十三项，持续引领设备更新。要求抓紧制修订一批能耗限额。 家电及工业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刚才陈新主任提到的，就各方高度关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优化提升大气、水等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快完善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标准，推动数控机床、农机、工程机械等标准水平的提升，筑牢安全生产、消防。 工业产品安全的标准底线，助力先进产能的比重持续提升。二是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提升。方案安排制修订国家标准一百一十五项，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加快推动电动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售后服务等标准的迭代升级，加强传统家电安全、新型家电。 家电适老化等领域标准研制，要制修订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家居产品质量分级等标准，加严人造板等装饰装修材料甲醛释放量的标准。加大高端电子、无民用无人机等领域的标准供给，来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三是加大回收循环利用的标准供给。 制修订国家标准六十六项，将有力推动产业循环畅通。要加大家电、家具、电子产品、风电、光伏等产品的绿色设计标准供给。要出台电子产品二手交易当中的信息清除方法，二手电子电器产品可用程度分级。 二手车估值等标准，加快健全重点产品的回收、分拣、拆解、再生利用标准，完善再生资源进口的标准和政策，助力资源利用形成闭环。四是完善标准实施的配套措施，合力推动标准落地见效。要强化标准与财政政策等支持政策的协同，大力推进。 绿色产品认证、高端品质认证，向消费者传递质量信任。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儿童用品等重点消费品，加大缺陷调查和召回力度，建立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加强质量监督和执法，强化标准的实施应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的安全水平。我就介绍这些，谢谢。继续提问。 先这边吧，第三排这边女记者。呃，谢谢主持人第一财经提问。呃，那么社会上很关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废旧产品设备报废淘汰。那么请问这些如何能够确保这些废旧的物资能够在后期得到有效的回收和利用？谢谢。嗯、好，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呃，您这个问题呢提的很重要，也很关键。确实呢，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呢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呢，必然会带来这些废旧的、老旧的设备、消费品、啊、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呃，我刚才呢介绍这个政策这个一的时候呢，就讲了，里面呢我们提出呢四大行动，其中呢。 这个回收循环利用行动，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呃，我们虽然说呀是废旧老旧的这些设备消费品，但其实呢，所谓的这些废旧的物资啊，浑身都是宝。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呢，就相当于开启了第二矿山。大家知道呢，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呢。 印发了一个文件，是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啊，这次呢，刚才我讲了，又提出了四大行动，其中之一呢就是回收循环利用。那么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会会同有关部门呢，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要认认真真的做好呢回收循环的大文章，提升呢。 循环利用的水平。那么你肯定会问了，那到底怎么去循环回收利用呢？啊，我们有这么几个具体的做法：一是呢，畅通回收渠道，我们会加快发展呢换新加回收这样一个物流体系和新的模式，鼓励呢电商平台、生产企业落实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上门呢，去回收废旧消费品，而且会进一步完善呢再生资源的回收网络，力争呢全年推动全国大中城市要新增呢标准化、规范化的回收站点，要达到两千个，其中呢这个供销社的体系啊会有一千个。 而且呢，要建设呢绿色的分拣中心，要建两百个，啊，这都是非常具体的行动。第二个做法呢，是要支持二手商品的流通交易。我们会持续优化二手车交易登记管理，促进呢便利交易，推动呢二手电子产品交易规范化，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企业。 建立健全呢平台内经销企业用户的评价机制，加强对信用记录、违法失信行,行为等等一些信息的共享。第三个做法呢是提高资源化的利用水平，会鼓励呀、啊、对具备条件的废旧生产设备实施呢再制造，有序推进。 产品设备以及关键部件的梯次利用，提升呢废有色金属利用、稀贵金属提取等等的技术水平，推动呢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要集聚化、规模化的发展，要建设一批呢废钢铁、废有色金属等再生资源精深加工的产业集群。今年呢？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有望突破呢四万亿元。呃，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呢，这个畅通回收渠道，支持二手商品的流通交易，提高资源这个资源化的这种利用水平啊，这几项的事儿呢，相关机构和企业呢都是很有积极性的。下一步呢，我们会。 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更好的调动企业啊，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共同努力，让回收循环利用的链条啊，真正的畅通起来，啊，共同把这些废旧的物资物品呢、啊、变废为宝。我就回答这些，谢谢。继续提问，啊，后面这位男记者。 谢谢主持人，我是澎湃新闻记者。方案提出要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坚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消费以旧换新、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请问后续将如何通过财政政策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会不会出台直达、直达消费端的财政补贴政策？谢谢。对我来。好，谢谢你的提问，也感谢你对财政工作，特别是这一次啊有关财税政政策的关心。 呃，消费品呢，以旧换新呢，既是扩大国内需求、提高群众生活品质的现实需要，是吧？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啊，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个、这个、这个具、这个、体的举措。呃、嗯，这些政策能不能直达消费端？能不能让老百姓啊切实的收益？确确实实是。 各界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的问题，啊，中央财政呢将统筹存量的政策和新增的政策，突出以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坚持呢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联动，推动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呢以旧换新，结合不同类型消费品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实施。 财政啊，支持政策，呃，我给呃大家呢介绍两个方面。一呢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推动汽车以旧换新，对报废高排放乘用车或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符合节能要求或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给予定额补贴。 坚持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联动，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共同推动汽车以旧换新。中央财政同时安排资金支持启动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补齐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的短板，也就是大家通俗说的充电桩。 优化新能源汽车消费的环境，激发呢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潜力。二呢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统筹推进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呢以旧换新。中央财政呢将通过服务业发展资金支持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支持完善家电等绿色回收体系。 畅通家电更新消费的循环，助力地方呢统筹推进呢家电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下一步呢，财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出台呢扶持政策，并指导地方加快推进这项工作，确保啊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直达消费者，让老百姓切实受益。谢谢。 继续提问，还有两位记者举手，我们最后两个问题吧。嗯，先这边。啊、呃，谢谢主持人，南方都市报记者提问。呃，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其中一个重点是如何换？请问商务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何部署安排？谢谢。好的，谢谢这个。 记者的提问啊，这个前面啊已经讲到，消费品以旧换新啊，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啊，一直是这个高度关注。我发现咱们记者朋友啊，彼此之间也很有默契。前面那位记者朋友问的是换什么，这位记者朋友问的是怎么换，啊，问的是怎么换。只有解决了怎么换的问题，赵主任在介绍中啊说的2027年的这个目标啊，才能够、啊、落到实处。 呃，为了解决这个怎么换，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呢？商务部啊，会同相关部门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啊，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汽车市场去蹲点调研，到这个商场去这个了解这个家电销售企业他们的想法、销量啊，跟消费者呢也采取问卷调查啊，这样呢，使这个政策呢能够更加符合各方的期待，更加呢科学合理。总的思路就是呢，以提高技术能耗。 排放等标准为牵引，以政策为激励，以循环畅通呢为驱动啊，在充分尊重消费者意愿的基础之上啊，大家记住这句话：充分尊重消费者意愿的基础之上，逐步建立一个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这个机制啊。那么具体呢，在刚才跟大家讲的三类产品中，我们怎么做呢？一是呢，推动汽车换能。 汽车换能，我们把它简称为啊，就是汽车这个以旧换新啊，就叫汽车换能啊。呃，统筹啊这个汽车消费、流通消费的全链条各环节，出台一揽子的政策啊。这个在各地实施过程之中呢，对内资外资啊、本地外地啊，比如说这个某个城市实施啊，什么本城市的汽车企业或者外城市的啊、内地外地啊，一本地外地啊，一视同仁，对于购买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也都能享受优惠。 刚才跟大家讲到全链条各环节，那么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啊，咱们大家都开车啊，无非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买车，一个是用车，啊，一个是卖车，再一个最终呢，汽车走向拆解啊，走向拆解，基本上全生命周期啊四个环节。那么在购车环节呢，刚才这个副司长呢已经介绍了啊，财政政策如何支持，如何支持，在这方面呢，各部门啊。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实质上是一揽子的政策，既有财政的支持，也有金融的支持。前 <coughs> 段时间啊，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也发布了关于这个贷款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政策，大家也都已经清楚了啊。呃，还有这个保险机构呢，也要进一步的丰富汽车保险产品和服务啊。总之呢，在购车环节，让老百姓啊能够尽量的多得实惠啊。在这个汽车使用环节， 刚才副司上也讲到啊，便利充换电的基础设施，就充电桩这一块儿。此外呢，我们还要会同相关部门啊，完善，比如说智慧交通啊、停车呀啊,啊，别到时候你买来车没处停，是吧？尤其在这个大城市啊，停车也非常的呃紧张。这一方面、啊，我们也是这个住建部啊，会同住建部啊，呃，就是在积极的这个推动啊。这是用车，在这个卖车呢，比如说你这个二手车，你要换新，你得去旧啊，把你的二手车要卖掉。 在二手车交易环节呢，这几年来啊，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二手车在全国范围内啊取消限迁啊，包括创新性的使用这个反向发票，因为你卖车呀啊，开张反向发票，支持发展第第三方的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这样呢促进车况公明，车况的透明，车价的公允啊，最后呢就是报废拆解环节。 推广上门收车服务模式，便利、啊、车主交车啊！你要卖车的时候，这个车要报废了啊！因为刚才发上提到，中央财政支持报废，地方呢是支持置换啊。这两者这个差别啊，大家肯定一听就明白。置换更新呢，就是开新车换新款；报废更新啊，这辆车已经不能用了，要走向报废。报废的时候啊，啊，我们现在设计的政策要推广上门收车，便利、啊、大家去把这个车啊给卖到这个。 这个拆解厂去，这是汽车换能。第二个换呢，就是家电、啊、是换质，家电换质啊。我们是聚焦啊，打通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堵点啊。重点在于啊，提升城乡居民换新的便利性啊。中央财政的支持啊，我刚已经介绍啊，支持这个利用服务业发展资金啊，支持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 不合理的布局回收网点啊，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陈新主任说到的反向开票的问题。大家这个废家电这一块反向开票啊，我们还要培育一批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回收典型的城市和企业，从而发挥啊以点带面典型引领作用。在地方这一个呢，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补贴，支持家电企业对废旧家电换购节能家电呢给予优惠。 加快制修订废旧家电估值评价的这个规则、回收规范等标准，深入实施啊家电售后服务提升行动啊，这是第二个换家电换制。第三个换呢就家装厨卫换新啊，换新啊这个时候就是焕然一新啊那个换新啊，鼓励各地啊啊支持开展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的这个升级改造和居家适老化改造啊，也鼓励啊这个样板间啊进社区。 进商场、进平台啊，拓展智能家居应用场景啊，鼓励企业推出线上线下家装的样板间，完善智能家居啊互联互通标准，健全家居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大家都装修过房子啊，呃，大家都说这个里面装修水很深啊，因此如何就要开展啊诚信家装进社区这些活动啊，开展这个家装厨艺换新啊，呃。 商务部啊，要会同这个工信部、住建部、民政部等各个部门啊，齐心协力的这个推动啊。这是怎么换啊？就汽车换能、家电换质、家装换新啊。但是这个呢，像前面跟大家讲，它是涉及到千家万户，一定要让让这个政策啊家喻户晓、简单明了、操作起来简单明了。那我们怎么做呢？今年啊，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啊，二零二四年是消费促进年。 我们也要组织啊大量的促消费的活动啊，我们就坚持啊，就是有消费活动一定有啊以旧换新啊这么一个原则，准备开展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系列地方站啊，过几天呢就是海南的消博会就要开幕，我们就是组织海南站之后呢，在这个其他城市啊也陆续开展，形成一个波浪式的宣传的热潮，让老百姓啊知道这项政策，用好这项政策。 我就介绍这些啊，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个提问。谢谢发言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引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请问，在此次行动方案实施过程中，对于推推广高效节能产品设备方面有什么考虑和安排？谢谢。 就监管总局的这个刘司长，高小姐，好。呃，对于这个以标准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标准提升行动，具体方案安排的内容呢，一共有四个方面。刚才呢，我已经给各位媒体朋友做了介绍。那么，在这个呃。 能耗、排放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制定方面，呃，我们会加大工作力度。刚才陈新主任在介绍的过程中呢，就是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呃各个方面，对强制性国家标准是高度高度关注。那么我们在二零二四年和二零二五年安排的二百九十四项。 呃，国家标准制修订任务当中，安排了七十多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呃，制修订工作。那么这些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都会对设备、产品的呃技术指标、呃能耗、能效强制要求做出具体的规定。那么在推动。 相关设备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好的作用。呃，我们希望呢，就是，呃，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呃，相关的行动在推动过程中，要更加重视这些强制性标准的执行、实施和应用。呃，让这样一些呃科学合理的技术要求。 呃，真正落实到我们的呃设备制造、产品生产、产业发展当中去，切实落实呃经济工作会提出的以标准提升牵引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样的达到这样的工作目标，我就简要介绍这些，谢谢。还有补充吗？各位领导。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政策例行吹风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大家再见。